大家好，我是大刘。这期视频吧，跟以往视频吧都不一样。在我举起这个录像机的时候吧，我一直犹豫按还是不按。最终我决定还是拍的这期视频吧。今天吧，我带着妈妈上那个济南那边吧去看个病。俺妈妈一直是高度近视，并且有鼻咽炎。之前吧一直在那个市人民医院看的，那边一直不建议做鼻咽炎。后来吧，就是俺妈眼吧视力非常差了，就是上我们这边另一个医院做了个鼻咽炎。做完了以后吧，这个鼻咽炎也是效果非常好，就是当时吧连做一个眼，就是现在今天看一眼看的那个眼，说就是直接性的从一个看不过到变成一个好眼了。但是过了有半年的时间吧，这个眼角膜就是已经变坏了。当时吧，治疗的时候他们也没按那个，也没按那个，抗病毒治疗。到后期吧，就是俺妈这个眼角膜吧，就是基本上就得换眼角膜了。他这个右眼吧，就对到换了眼吧，就直接性就看不到了。这个鼻咽炎手术做的可能是稍微有点冒险，我就一点不想再叫他冒险了。但是现在面临的什么问题吧，就是俺妈这个眼看不到了。所以说我说给他带省城吧挂个号，我今天带他去看一看，看有什么好的方法。我想在屏幕前吧说这个事吧，就是说有这方面的鼻咽炎有后期这种眼角膜坏死的，如果说你们经历的话，或者说是患过眼角膜的，那私信我一下哈，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。如果说这事放在别人身上，我可能能给分析就是一二三，但是放在我身上，我感觉就是有点马头盔上，就是我不想让俺妈再次面临有风险的手术。我回家我去接着俺妈去，俺大跟俺一块儿哈，走了哈。前方进入济南新闻网收费站，该收费站直至 ETC， 请留意现场指示。现在到济南了哈，俺是挂的是3点20的号，领俺大干妈去吃个饭哈。这边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就看前面有个朝天锅，我想潍坊有吃朝天锅是吧？俺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主要到医院的地方哈，就怕是没有好吃的了。过去看。这是猪肚的，俺妈你吃个猪肚的哈。本身就凉菜，再用好干，反正。五条线。不用办卡是吧？身份证到法院。哎，你好，麻烦一下，我挂好章了，就等着你了。看见化妆了吗？看不见化妆。就是最近三五天里最厉害。几个家属是？一个家属就行。你坐这里，叫他都完了。往前看，那看我。对。他就住院做角膜移植，看能不能保住，其他的没有办法。你说怎么着？只能住院做角膜移植，看他眼球能不能保住。俺妈最近吧，他头晕头疼，带俺那个线了吧，还住了院的。那检查住院吧，那怎么办？住院我在那边，那不得办出院吗？上哪边检查？看这血吧。别动，我上看。吹好了，吹不好那接触不上，没法做。走，起来吧。别使劲擦。这也不行。是呀，这还得训一下啊。怎么说啊？我感觉今天下午对我来说啊，我们来看病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坏的结果吧，应该是个。等我干妈干哪找个酒店，
明天给办手续，直接叫他住就行了。反正他是眼角膜现在已经溃疡了，怪厉害，就直接等做手术吧。我看今天晚上我得回去一趟，把准备的东西拿来。反正就是，哎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反正，从俺妈查完以后，我感觉我心里也是怪难受。我是，哎，后边这些，之前还拿个相机还拍两下子，哎，后边这些我直接听我都是的，拿相机都不想拿了，先去找个酒店吧。晚上我就得回趟医院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吧。俺最近反正说也不更新视频了。如果说俺妈做的手术非常成功的话，可能我还会拍两个视频，就说哎，不说了，走吧。